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家乐。今次咧喺发言人里面咧饰演嘅角色就叫做余国栋，演嘅角色咧系调皮啦，同埋活泼，同埋要长时间都好 high energy 嘅。咁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几新嘅尝试咯，因为我本身真系一个木口木面、黑口黑面嘅。但人生意义唔应该只系得工作，因为唔合理嘅公司。其他三位 partner 都俾咗好多信心我啦，咁同埋都好肯同我去玩一啲活動啊，咁就好快就 pick up 到阿 Will 嗰個性格就係無拘無束啊咁樣，有陣時甚至乎喺現場拍攝嘅場地咧試過，可能我太過投入去玩啊，俾人哋以為我變咗另外一個人啊，成日掛住玩咁樣。過程唔重要，結果先緊要。希望。记得留意发言人啦，感受一下我哋四个嘅友情岁月。隐形战队现已热播中，想睇更多嘅精华片段，就记得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啦。